遐是你去讨客遐唔敢讲遐，你若是去讨客遐哦，这我甘愿啦。钱啦，我提起行人啊啦。啊，你若有才调，你着搁做差来去甲摕转来啊。吼、哦，我废话呀我。迄一半较假是恁爸跋筊赢的，你拢提起行人。我哪会知你藏斗阵？啊，唔知你个大智大慧，你别，哼，算你好运啦。恁爸即几工啊吼，拄啊起长咧旺啊，跋筊当赢钱啦，拍查我也衰啦，小甲你夹咧。我来讲哦，别人个钱行人哦，这着准拄煞。恁爸钱也讨倒转来，我哪好意思去甲人讨？哎、欸，啊你着敢偷摕我个钱起行人啊，去人讨钱你也歹势哦。吼，你真牛哦，恁爸做贼啊做甲倒贴啊。这若传出去哦，我站在世上伫社会上是要怎甲人徛起啦？我会用笑死啊！这张第六期安尼，好我想一下。你敢要搁等？无紧啦，我待遮等。议员恐惊无遐尼早倒转来哦，我看你也是先转去休困一下，我再请议员去甲你拜访一下，好无？免啦，我待遮住啦。安尼哦，嘿，好，无你等，你等，你等，你等。歹势啊，歹势。议员，你等啊。余官兵，志昌，哎，啊，你平安回来啊？啊，今仔日出代志吼，我伫遮烦恼啊，你敢知？我袂食袂困的啊，这两天拢在探听，想要看你甲师傅的消息无？来，坐落，坐落，甲我讲。多谢，多谢。这几天啊，无看呢，有啊，面型啊差啊多啊呢。我啊，韩国高丽参吼，你啊泡一杯啊茶，甲志昌行一下元气的。好，哦，多谢。这正宗的韩国高丽参是韩国的国会议员送的。较等你若要转哦，会加摕一盒转。这面啊好意思啦。有关于秋荷这个案件，我已经拜托这个重要的兵去探听，应该真紧就有消息了。啊，恁都知影嘞，这代志哦是真麻烦呐，伊阁袂用公开啊，所以秘密。这代志都真歹讲咧，主要观察若拍会通哦，啊就无问题啊嘛。观察爱开偌钱？无你先摕60万来，我甲你处理看卖啊。不过我有讲甲挂保证哦。大哥，60万的了。啊，无办出办到。钱最好是愈紧愈好。啊，这60万以外哦，我过会。到开账，希望这钱若开恁账哦，会当保持我哦，平安无事。多谢啦，多谢啦。先生，哦，啊，多谢，多谢，多谢。你当来讲。还有偌侪钱会当用？还有10多万啦，真少。啊，都俗称啊，用20万去啊。啊，而且这10多万啊，搁当落吼，床啊摇落来停起来，未生产哩，你知？头家，后手还搁45万，还是要安怎啦？我过来想。哎呦，你醒他回来，我当到强要困去啦。你找我什么代志啊？哎呦，煞唔知啊，来偷摕物件才摕过手尔啦。哎，
讲什么你欠伊的钱啊？当只戏戏叫，敢要当只讨钱呐？哦，少爷，贼卡恶人，啊你卖查某囝哦，搁敢做会贼？啊你安尼敢是人？你敢点面啦？你巡逻呢？你莫那大细声啦！你点点啦？阿爸，你莫安尼好不？你若收我超过哦，我就是报警察抓你哦。噶即马会讲我啊？吼，那饲查某囝有啥无路用啦？做人的洗衣房困两三暗尔，变心啊？啊，连你爸都无要叫，即马啦，要叫警察来抓我？你的心肝是要够家去哦？嗯。我是欠你什么钱啦？我无乎你啊！哦，迄钱内底一半较假的，拢总是我的呢。你点看卖？啊，这好，迄一半较假的，拢是我的啦。这你的钱？我的钱，我的钱咯。啊！别花都花，都该用钱嘞！我啦！我啦！我是丢人嘞！来啦！市民啦！出去啦！出去啦！出去啦！我跟你做阿妈无做这久，唔捌看伊这受气过，行啦！我啦！我甲你警告啊！以后不准你踏入阮厝的一脚步，也不准你交到赎金，你若无我无放你煞。嘿嘿嘿，啊，这平平拢是亲家代吼，啊，咱来起家动手啦，你讲的我就听无咧。啊，不，免送啦，免送啦。哎，恁大家啊，哎，我来去吼，啊，有闲哦，来我厝的下地呢吼。啊，哎，对啦，小心啦，阿爸是无要紧啦，恁母啊吼，拢会思念你啦。啊，若有闲哦，较常回来呢，吼。哎，各位，我来去吼，赢了就得了。啊，谢谢，哦，谢谢哈。大姐，谁呐？谁呐？啊？不要紧不？哎，给，你别放给嘛。糟蹋恁爸吼，败家，欺负恁爸吼，走路袂使啊。啊，恁爸脚若好呀，拍到你做狗皮，天了吃了完了。我也绝对爱报，我绝对爱报了。哼，好野人就你嚣掰哦，哼，用钱甲骗，哼。等我有一天哦，你甲记，我有一天哦，一定用砖仔甲你骗，无你像你遐憨个，用钱咧共骗。哦，迄用钱共牵吼，无你嘛用较大只、较厚的牵下来疼。做这婆婆安怎呢？这种无爱着啦，根本都无感觉啊。啊！阿条来多滚，囥过暝拢要酸去。嘿，我这强啊，细枪作战，奈愈做愈退步啊！遐破链、手指、迄金链啊，我明仔先去断，先去灭，先甲处理掉啊！目睭金金哦，看对我面头前安尼，手一个起型人，吼！我想着吼，规心肝安尼结归球啦，我赢啦，我赢啦，我赢啦！好衰哦！诶！恁爸还搁一条蛇吼，还袂收咧，惨死人又袂记的。怎样啦？头家，真歹势啦，俺我爸伊。恁阿爸的代志吼，甲你无关系，你唔通看阮身上，无人会去怪你。你放心，恁阿爸若过来甲你告高庭哦，我绝对无放伊煞。上话佫讲倒转来，佫较安怎讲啊？伊嘛是你的老爸，伊安尼对待你，你佫无怪，你实在是一个足善良的查某囡仔。Thank you.
我早起要出门的时阵，听到金龙在叫你阿妈，我是听到到底心肝内足艰叫的。我是感觉讲，我带你做生意，有淡薄对不起家己良心。我感觉淡薄后悔，也不过会当带你这么好的查某囡仔，这是我一世人上对的决定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好好保护你，照顾你。头家，多谢你，你的温情，我永远藏在心肝内。小青，你想怎啊？厉害啦！头壳足疼。阿姊，啊，不是讲人艰苦伫个要休困，啊，奈唔紧困呐？哦，啊，伫个做散开，啊，惊我歹势，啊，无我等下才入来，哈。哎，你坐，遐坐啦。啊，我免哪坐条啦？我问你个。手学代志哦，是不是真严重？手学代志哦，我甲福伯来去处理啦，你唔免烦恼啦。爱机关伯哦，你替咱出面啦，无问题啦。哦，啊那安尼上好啦。对啦，你人艰苦吼，啊困上补啦，啊无你紧休困哦。哎，互咱翁吼紧休困，莫互伊伤忝。好，行，来咱出来去啊，行。压力啦，七早八早就要来捧场哦。阿元，叫遐查某囡仔去西装打扮，头好好按来强啊哥哥。是，等下。哈，大家呢？你叫这个强啊哥哥吼，叫来足顺的呢，拢袂跳针，足好听，听啊足爽的。歹势，我来吼，唔是要啉烧酒的。唔是要啉烧酒。敢讲你还阁有查某囝仔卖遐？有哦，哪会无？是真实啊假？我回来甲我某吼，阁拼一个，等车都十八年。你一间美人做酒家若无倒吼，我还阁带阮的查某囝来卖你啦。哈哈哈！插咱嘴好哩，有啥物代志紧讲啦，我无时间踮遐甲拍来俩。哦，好啦，我坦白讲，我就是要来甲伊讨钱的。诶，阮查囝赎金啊，伫你遮后，你咧转一个手尔，好加赚十五万呢。加这十五万哦，你唔着小本一个。无你是凭啥物？我有听一个风声，讲有一张借条吼，20万是我签名转伊那的啊。嘿，结果变成安怎？外口人当作讲吼，我真省事呢。真侪细汉的要来甲我揩油呢，欸，借问呢吼，我也是甲你借5万尔呢，哪会变20万啊？用变魔术的啊？安怎？头家娘啊，你莫看我徛啊细枪吼，猫的无点呢，变魔术的，这叫做伪造文书，这反诈机呢。这若甲你告落去哦，你让掠去关判刑，你会关到吼头毛生杀母了。安怎？要告完？我也是要告你啦。也毋过我会甲晋上讲，啊晋上甲你告，啊恁爸才来做最有力的证人。哈哈哈！哈，下官，你惊着啊吼？
你若无爱和我做证人哦，真简单啊，罢掉来啊。好啊，袂啦，但你是讲煞袂，下嘴当也袂啦。哼，阿元。是。嗯。你，没事了，好了，我走了，我来摆卡给你拍哦，就是啊，没事啦，我想哦，欠所费啦，啊来让你参详啦，我都无要甲你告的啦，没事，你误会我，我这个没事。小蛋。好了，慢跑啦，我来讲袂拍的啦，我来摆卡给你拍的，我一万块退去啦。哦，有钱上好。吼、哦，我一天哦，方用钱安尼欠两遍啦，也毋过哦，感觉足爽的。知影哪做啦吼？头家娘，大姐头，董事长，你免吩咐，我知影讲哦，我应该要安怎做啦。谢谢 ，Thank you， 贝达贝达。什么人安子些？阿里嘎多，ございます。谢谢 ，Thank you， 我来去哈。啊，人有钱上好啦。哎呦，笨死！舅啊！这样嘛，那无敢叫啊。喂，我就是，哈，二机关伯啊，你好，江西的哦，哈哈，钱哦，哦，我若穿好些，我会随山过，哦，啊，万事拜托你，哎，拜托你，哦，多谢。官兵讲有秋雨的消息，真实的哦。钱啊，钱在变作。你有要食饭无？啊，拄仔看你咧困，唔只也无甲你叫。我食袂落去啊。阿姐有点厌恶啦，啊，讲留钱我要给你。你食有咧房间无？有啦，我拄食只芳燕窝入面尔。是二元号的。啊，大人艰苦，毋着倒咧休困，啊起来是要创啊啦？我吼今下应该有加啉一寡，啊听候小珍啊灶坑啊摒好了，我才给捧一碗去互你啉哈。哦。嗯。啊，咱亲像内面无滴的啦，啊煮三顿拢爱我啦，啊亲像迄个小珍啊吼，毋知要教到当时才会晓。哦，你真辛苦啦！无你是要来甲我讲啥？我想要甲你借钱。借钱？我想要甲你借钱。钱，啊是要借偌济啊？有拢给我。你是莫惊我嘞？讲安尼啊？秋雨的代志哦，爱开足济钱，厝内面哦钱无够。我即马袂用个答应你啦。拜托你啦。
哎呀，啊，你这头脑吼无够外冷静，啊，冲动到底乌白开钱啦。我看听哦，潘元道转来，啊，做伙参详一下，才来决定安尼较妥当啦。你还要偌济钱啦？我抱我来大概还佫十八万外。十八万？无够啊！无够啊！哎呦，不要紧哦。阿姐啊，你有针无？针要创啊？头家家是中风啦，咱赶紧甲